我再给你看一次啊。这谁？哪替他的不？不要顾虑金毛，顾虑金毛你就可以了。啊，他的大爱啊，真的是精神有加啊。所以我要，如果要申请菲律宾，我的感染给孤儿院了。哦，对。前次我申请孤儿院，我就不要申请菲律宾，我就不要。我更给他那些孤儿院。哦，他讲，他就是省那个钱去给啊，很有爱心，很有大爱，很有大爱，很有大爱。我没有申请菲律宾，我就不用了。很有大爱，很有大爱。他讲钱藏在家里，又怕人来偷啊，然后他就不要我，我不要菲律宾哦。啊，再照顾你，我照顾你啦，哈！但是我老公你们全部都抢，咪就说咯。